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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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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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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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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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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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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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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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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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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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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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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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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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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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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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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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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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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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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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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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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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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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讲到净土的特征，广泛展开有无量无边，分类就三言二十九种，再浓缩就是清净光明。从体上来讲，主要是清净，这是总的体性。从相来讲呢，主要是光明，这是总的相状。它作用来讲呢，这种清净能够荡出我们的垢染，这种光明能破除我们的黑暗。那没有垢染，没有黑暗，能够清净光明摄受我们往生净土，快速成佛。这就是清净光明的作用，就让我们无垢无染无黑暗，往生快速成佛，这就是作用。所以在观经里边，维提西夫人他不是想要往生无有佛国吗？释迦牟尼佛光台现国，显出无量无边的净土，让维提夫人看。维提夫人哪看了就看了，哎呀，这眼都看花了，说：“世诸净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我净乐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所啊！”这释迦牟尼佛，你把光收了吧，我都看好了，我都选了一众，这净土都很好，都很清净，都很光明。不过呢，我就专门选上了阿弥陀佛的净土了。所以他对整个世界，你看这净土没有做更多的描述，就四个字。世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就清净光明就能说明这一切了。我净乐生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说明阿弥陀佛的清净超越其他净土，阿弥陀佛的光明也胜过其他的光明。这是总相。那我们讲种种事。佛本何故其次庄严？建有国土，以泥土为宫室，以木石为华冠，雕金镂玉啊，意愿不充，或银背百千，俱受辛苦。我们知道这一段啊，总的来讲是见不净。这个不净呢，又分为两类，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外物不净，第二是内心不净。这都不净啊，外物不净也引起内心不净，内心不净引起外物不净。外物有什么不净呢？泥土为宫室，就是皇宫里面的装饰，用泥土来做。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地方啊，就看这个文物啊、古物啊，其实就靠泥巴捏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说哎，你看
这做得多好啊，这娑婆世界这小众生没见过世面。以木石为华冠，什么叫木石为华冠呢？你像我们到安徽徽派建筑，说木雕啊、砖雕、石雕，哎，做成华丽的庄园啊，这个楼阁啊叫华冠，就以这个作为庄严，太可怜了。或雕金镂玉，意愿不充，这下边呢就指心不净啊，好不容易挣一大半辈子，挣了四两黄金拿来雕了，打一个什么手镯，做一个金项链，哎，雕金镂玉，但是意愿不充，想搞多一点，挣了大半辈子，说给大儿子了，老二还要，满足不了，这不是意愿不充吗？或银背百千，巨受辛苦，哎呀，大半辈子搞这么一点，辛苦的不得了。这在娑婆世界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内心里边也不清净哈，因为外边的物质啊，体性也卑劣，数量也减少，功能也染污，我们自己心还不满足。下面呢，就愿清净，以此故心大悲心，愿我成佛，必是珍宝具足，严厉自然。这珍宝不是一般珍宝啊，庄严壮丽，是自然的，不要靠人工来造作的，是珍宝的，不是泥木土石的，是具足的，不是说意愿不充的。自然不要雕金镂玉，靠人工来做，营造百千都用不着，这都能比较出来。相望于有余，自得于佛道，并不是说呢很拘谨、很拘促、很缺少。我们在娑婆世界能相望吗？不能相望，天天都想着花钱，小孩就想着吃啊，然后呢就想着钱，就想着好房子，就想好车。如果你家好车多得不得了，你都忘了，牌子都记不来了。自得于佛道，你看前面是备受辛苦，那里面不过挣点小钱就备受辛苦，这里成佛这么大的事业，说自自然然就得了，这怎么能比啊，对不对？自得于佛道。相望于有余呢，它是出自于庄子的一个典故，它典故这样说的，泉涸，涸就是泉水刚枯了，鱼相鱼处于路，本来这条鱼呢，这两条鱼还是三条鱼五条鱼不知道，我们就说两条鱼吧，它在一个水洼子里边，结果现在大天干，这个水洼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就干了，干这两条鱼在里边它蹦不出去啊，然后它互相之间呢，你看它两个互相帮助，相许以湿，相濡以沫，然后这条鱼呢喷一点口水吐了给它，因为鱼靠水喝嘛，那对方的鱼呢哈一口气也湿气来湿润来滋润它，他们互相的帮助，这是可贵哈，互相扶持，你吐一口水，我呢搞点吐沫子来给你湿一湿蹭一蹭，互相这样蹭着呢往下坚持着三秒钟五秒钟。然后庄子就看到以后呢就说了，哎呀，他们虽然互相之间呢互相扶持，与其这样还不如相忘于江湖，把他们两个往了河里一放，谁都不会的给他吐吐沫子了，因为在江湖里边水太多了，你吐沫子用不着啊，然后互相之间你往东走我往西走，你也忘了我也忘了你，这是个更好的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大自在，到极乐世界那珍宝了不得多着呢，对你感情好的人也多着，对吧？那诸大菩萨人都对你好着呢，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之所以你看，所以在娑婆世界啊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到极乐世界多好啊，整个空气都是爱，对不对？你说还谁爱谁啊？就不要找谁账三理四了，没有谁什么，那就是穷人，爱也很穷，物质穷，心灵穷，爱也穷，慈悲也穷，都是非常的贫乏。到极乐世界，你看这一切物质极大丰富。我们用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，备注珍宝性，具足妙庄严，功德智慧
慈悲庄严、清净平等，这一切都相望于有余，多的是，空气里面都是，鼻孔一呼吸全是清净慈悲功德庄严，都有在六根对立，对六尘什么都是圆满的充足的。所以能生其境，所生焉得不净。能生是指什么呢？法藏菩萨的大愿心。因为法藏菩萨的愿心呢，是随顺法性，不乖法本，是彻证诸佛这个佛性，彻证诸法，究竟诸法的原底。所以这样呢，他的心是完全清净的，有法藏菩萨的清净愿心、清净业力所感现升起的极乐净土这种种之事，怎么能够不清净呢？像我们用面粉来做馒头，你人生是面粉所做的馒头，难道你还是不是面粉吗？还能做成石头了？是你面粉来做，那你馒头就是面粉。那它人生的是清净的心，所生的一定是清净的。那我们反过来，众生世界怎么样？我们这个世界人生不净，所生岂能清净？所以你出去看不净，不正常的吗？是吧？故经言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这个随其心净，这个气是谁呢？是法藏比丘。随法藏菩萨的心净，则极乐净，则极乐佛土清净。啊，这个帽子不要戴错了，你戴在你头上没管用。你戴你头上是随其心不净，则你家房间都不净，不要讲佛土不净了。是法藏菩萨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啊，没有一切不清净的，一切都清净啊，是吧？你看。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，备注珍宝性具足妙庄严。到极乐世界完全是清净光明世界，这清净光明的世界里边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珍宝所构成。这个珍宝不是一般的珍宝，是佛性功德宝，涅槃之宝，常乐我净。这种珍宝性，所以它具足这种庄严，不是一般的庄严，是妙庄严。是故言备注珍宝性具足妙庄严，这里讲的哈，是法藏菩萨之事，非是我们凡夫之事也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